首先登场的是球衣背号零号的铁米，22分的距离，后撤步，掌握高难度出手，没有进攻篮板在铁米手上，面对伊波卡，脚步，哇，这一次吃掉了，所以他对伊波卡的防守是会忌惮的，没错。我觉得今年赛季他可以来去挑战一些个人的奖项，不管是板球或者他第六人。全队最高的23分，外带16个篮板球。铁敏横移过程中要到2罚的机会，轻松的 catch and shoot 空档的话，我觉得的命中率一定会提高不少。地板给球，这一球传得漂亮，铁米的 M1 进算加法。这个翻白啊，对，没错。铁米身体对抗被伊波卡撞开，但在第二拍伊波卡还是赔上犯规了。铁米接球，不需要急，还有最后15秒。铁米转身，伊波卡硬吃这2分。向外把握住，这个三分球进，感觉又有点悬念哦。非常成功。这场比赛铁米虽然攻下33分，这是第35分啊，但是我感觉是双拳难敌四手。